师父，这就是鬼火杀人吗？果然厉害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为什么要救我？他不是内奸吗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。师父，你看，他就是恶魔之子。住口！你如此大闹顶剑阁，原本我是不能让你们离开这里的，但丽英拿命作保，只要你不伤害我顶剑阁弟子，我就要留你一命。只是没想到一语成谶，你们走吧。烈鹰大哥，师父，你不能放他走。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跟我解释仓库里的黑火药吧。死了这么多弟子，还不够吗？在下药王谷弟子云飞鸿，这火灵虫，我用金色曼陀罗的花粉让他们暂时蛰伏，还请疯子入口，万不可再惊动。多谢相告。这